科技大學繼續舉行社會系列講座，今次向學生介紹統籌開發和善用本澳的人力資源。工聯會長何雪卿擔任主講嘉賓，他向學生解釋，又說政府需要作深入研究和為善用和開發本地的人力資源提供依據，又認為政府應該管理好外勞，保障本地人向上流動的機會，同時亦都應該完善社會保障和放寬解僱補償的限制。